陈特助，战总，把我们上次合作的那一家咨询公司的资料帮我找一下。马上。 要的资料，多谢。哎，对了，你知道我为什么特别欣赏这家公司吗？是因为他们永远都可以抓住重点。对于我们这种高科技公司来讲，市场的竞争环境这么的严峻，我们想要逆势崛起，最重要的是什么？最重要，产品。 我能耽误你点时间吗？我们先走。温暖，怎么了？我这里有一些技术性的问题想请教你。技术问题？你知道这些技术问题对于女孩子来说就像甲骨文一样的，你确定你弄得明白？我已经先做了一些功课，这些部分其实我已经弄清楚了，只是还有一些细节的地方不太明白。原来是做过功课了。那这样，你稍微等我一下，我跟他们交代一下工作，我们找个地方吧。谢谢。 走吧。哇，小丹，你有没有觉得我发明的这个鞋子很像巫婆的鞋子？喂。 哎，小陆，哎，我出了喝点酒啊？我这合同都已经签了，咱们得庆祝庆祝啊！我这两天正忙着呢，过两天吧。过几天干嘛呀？哦，我忘了，绯闻小女朋友是吧？<笑>行了行了，你陪她吧啊！过两天，狠宰你一顿，说定了啊！哎，我不跟你说了啊，地方你随便定吧，先挂了啊，拜拜。 潘总你好，坐吧。找我什么事儿？潘总，首先要对这次泄密的事件向您道歉。虽然那个邮件不是我发的，但是我没有什么但是啊，我只在乎结果，我不关心什么过程。 不管是谁泄的密，我和钱宇的合作已经是不可能了，所以如果温小姐你今天还想就这件事跟我做什么解释的话，我看一点必要。潘总，生意场上没有永远的敌人，只有永远的利益。我相信，以潘总的眼光还有心胸，绝对知道什么是对益众最好的选择。那看来温小姐是有什么选择让我考虑了。 这里是最新的合作策划案，请潘总过目。若潘总看了仍旧不满意，我绝对不会再耽误您一分钟。自大不代表自信，知道吗？我相信您不会失望的。
我可以干活。Thank you.